行那个公车上班有特别直播，三四千人陪你一起上坐公车，而是不是行一度有那个没有坐到原本的公车，有想要什么改进？这个哦，这个就是慢了两分钟，没有搭到二十号，变成五八八，五八八就要多走一段路了，结果上班迟到两分钟。沿途好像不太有学生敢跟你坐在一起。没有、啊，大家一看到赶快闪到旁边去了。刚刚好像中间有一个学生看到你喊一下，吓一跳了。哎，你没有把他拉过来聊一下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要逗他们哦。